工具。那你要说英文。我又不会，我英文又不好。然后这里去找对应的软件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个。好，找到之后，然后这个软件正在扎载里面去。好，加载成功了。然后现在是一头，就是用镊子对应的，里面有个三角开关，然后那个 USB 线一头连接电脑端，一头连接到那个X3机器的 USB 2.0 上。好，然后这里会跳出一个连接成功，连接成功之后再把这个镊子给松手，然后点开始。它这里会显示到100%，一直到100%烧录成功，然后再通电开机。